你不理我了怎么办？大爷本来就不理你啊！少爷纳妾了，你怎么办？那我阉了他！一个叫爷们爱的死去活来的。一个把爷们训得跟逼猫鼠似的，打了再打我还手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听你啪啦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两部即将上线的古装剧《大唐明月》和《玉楼春》。由古力娜扎、许魏洲主演的古装剧《大唐明月》，主要讲述了唐高宗永徽年间极具质疑天赋的狐女酷梗琉璃命运多舛，几经生死边缘，聪慧坚毅的她一次次平安度过。恰在这时，她遇到了少年登科能力不凡，也同样恰值多年蹉跎不遇的裴行俭。二人在五州夺唐的千古大关中，共同遭遇并见证了皇室的恭维秘闻、高门显贵的家族争斗和朝野的权力更迭，从曲江池畔的年少懵懂到权力顶峰的惊心动魄，从胡商家族的民间生活到皇宫内部的奢华斗艳，风云变幻的一切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二人的信念与感情。另一部《玉楼春》由白鹿、秦晨和辣目洋子等演员出演，这最新预告一出，大家也是纷纷调侃，这活脱脱是一部古装喜剧。管家千金林少春因父亲被冤而家破人亡，迫于生计的他开始在戏班学戏，而后遇到了富家公子孙玉楼，二人情投意合，却逃不过命运的捉弄。在亲情和爱情面前，他将如何抉择？就让我们一起在剧中寻找答案吧。